近期，北京多地出现同城配送运力。上午十点，北京的同城配送员张妍妍接到一个从北京工人体育场到东城某小区的一个牛奶订单，不到半小时，不少居民响应号召加入同城配送员的行列，小时就完成了配送。而这段时间，一些平台还推出新人特权、新手关照单等措施，在短时间内完成多个订单配送。记者从多个同城配送平台了解到，由于订单量增加，一些同城配送员的工作时长相应延长，收入也有所增加。待遇上好多了，一天能多挣多少钱？多挣好几百。听说腾腾跑腿的收入还可以，我就来试试。我们还持续会对这个骑手的疫情关怀金的一个持续投入，然后呢，用来保障我们城市侧的一个运力的恢复。过去两周累计是招募了有1000多号骑手，我们目前累计的话有将近万余名骑手，日均为北京市民配送数十万单。